财富指挥官，财富涨停板，而且在逆市当中啊，大家才知道说谁是真正能够帮助你的人哦，亲爱的投资朋友，今天呢，当然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消息啊。那么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呢，仅次于艾森豪，那么之前呢，艾森豪总统曾经来访问过台湾，那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啊，在台湾可以说是现在分治的一个状况之下，有这么大的人物来到台湾哦，我想我先表达一下我个人的感受，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的感受那么也是差不多了。第一个大人物来台湾，你本来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欢迎的，站在所谓的一个有大人物，站在一个所谓有客人要来的立场，你当然是非常开心的情况。但是呢，站在一个经济学家的立场上面，还有呢，在这个所谓，因为并不是在所谓大家都很开心的状况之下，每一个国家周边邻国都很开心的状况之下来访问的，而是在中美对峙的状况之下，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也应该都感受到啊，这一次呢，那么产生的一个紧张的局势。你说老师啊，那这么紧张哦，有这么紧张吗？我问你一件事啊，就算佩洛西长得比较小，你没有看到啊？那个雷根号航空母舰这么大一台，你都没有看到吗？还有一件事情呢，亲爱的投资朋友啊，我经常发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哎，什么叫做很奇怪的状况？各位啊，我们认为哦，你参加分析师或参加我们这样的投顾啊，应该是领先各位，可以告知说现在有利多，现在有利空，因为领先你才要参加我们嘛。可是我总觉得很奇怪呢，明明这个行情里面，或者说明明佩洛西要来台湾，明明雷根号航空母舰来了，明明两岸关系很紧张，还有呢，明明黄金的价格涨6%哦，我现在当作你都不认识政治人物，我现在当作你什么事都不知道，明明黄金的价格涨6%，而且连续涨10天，其实这10天一宣布要来台湾啊，我这么讲一件事，宣布要来亚洲，就算不来台湾，今天日本也很紧张哦，各位注意一下下哦，连日本也很紧张哦，所以你一定要有这种国际局势的观念哦。一宣布要来亚洲啊，黄金就开始往上涨了。我问你一件事啊，今天就算你老师说我不懂政治啦，欸，奇怪，佩洛西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懂，先不管那么多了，来，黄金涨上来之后，亲爱的投资朋友啊，难道你没有想过说过去给你非常重要的观念啊，枪声一响黄金万两，枪声一响黄金万两，所以昨天跟各位讲的股票是不是就叫做这个名字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枪声一响黄金万两，亲爱的投资朋友，你们今天是不是看到8390，今天是不是看到我在飞盘9点的连线，一句话不说就跟你讲嘉龙跟金利鼎，我问各位一件事啊，嘉龙金利鼎叫做黄金概念股，那么黄金概念股枪声一响黄金万两，会不会很难？不会啊，你看指挥官的节目一下子就可以抓到真正的标的了，一下子就跟你讲说这个行情里面，来，昨天已经在给你很明显的暗示了，注意哦，我这上面没有3个字佩洛西，我这上面也没有4个字两岸关系哦，我更没有写到什么战争不战争的哦，我跟你讲的东西，台积电、台湾50来回操作，那么有进有出，要灵活操作，有赢要强反弹，有赢要走，纯粹是因为 RSI 指标的关系哦。所以我发觉，你老师也没有在看黄金的价格，你老师也没有在看股价的一个指标啊。哇，往下交叉了吧？我说前面反弹之后，后面会往下交叉吧？我说这个叫50M 头吧。我发觉奇怪了，怎么有这么多的节目？老师到底在做些什么呢？你可以问问他们好不好？我也真的想问这句话了，而且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耶，就像什么，各位注意一下，今天也公布一个，那么可以这么说啊，早就已经发生了7个月的事情啊，采购经理人指数创新低啊，早就发生了7个月的事情啊。我觉得奇怪，你的老师好像永远不知道，哎，完全不知道发生这个状况，哎，完全不知道发生这个状况，哎，哈，亲爱的投资朋友，一直要等到股价破低点才会说，哦，利基电股价破低点，那这么长看不到，那么这么短当然看不到，注意哦，等一下第二阶段我要跟你讲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一件事，哎，亲爱的投资朋友啊，你不要小看说我们今天啊，嘉龙这样赢上去大概是6%，那2330台积电，我们就比较台积电就好，因为我昨天标题跟你写台积电嘛，我实在不晓得怎么跟你说了，只好写台积电。既然台积电会跌，那台积电本来是最强的，对吧？那既然台积电会跌，是不是告诉你大盘要大跌？既然联发科会跌，是不是告诉你大盘要大跌？那我就跟你讲说台积电好了。那假设你台积电，哎，昨天啊，一张12块钱呐、啊，十张12万省下来，那也许在嘉龙这边呢，你又倒过头来赚12万，一来一回24万呢。那你把它乘以10倍，有人做百张的嘛，有人做50张的嘛，不得了，这相一来一回相差240几万。所以我说，股票市场能不能灵活操作、啊，那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情况。而且说真的一件事啊，今天我真的讲一件事情，难道分析师就可以当作其他的事情都不关他的事吗？美国航空母舰这么大一台开进来，你当作不知道？中国大陆反应这么大，你当作不知道？农产品都被禁了，你当作不知道？佩洛西来台湾说这个叫短期的利空，我等一下会跟你说一件事啊，亲爱的投资朋友啊，有反弹，第一个先不要管那么多啊，佩洛西有没有来台湾，15000点已经几天过不去了，1、2、3、4、5、6、7啊，加上这天是8天了，15000点有8天过不去了，所以本来就要拉回了，好不好？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啊，来吧，还是这句话告诉大家了，来。灵活操作，买黑卖红啊！抢反弹如同抢银行，抢了就要走，没赚也走。这是不是昨天跟你说的那句话？如果你昨天不要太多，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情：你不要太多，你1000万的股票卖了500万，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可能少损失接近40万到50万，啊！亲爱的投资朋友，1000万的股票卖500万就好了。那更不要讲说你其他的股票是赚钱的情况之下，亲爱的投资朋友，什么时候该卖？我说过，干式角度线跌破45度角，上个礼拜四你就应该要卖了，因为它跌破45度角就告诉你说我暂时过不了15000了。摄影师，麻烦你照近一点，让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谢谢谢谢啊、哦！各位看到没有？这是45度角，现在已经跌到22.5度角了，22.5度角这边，我们先从技术面跟各位讲，这是有支撑的，所以。如果这个议长离开台湾之后，的确是有机会回到这个所谓反弹一下的一个情况。那你有没有想过啊，在这个第一个高点的时候，我不是把所有股票卖光，我指的是说我卖了3362的先进光，我也卖了3441的联一光，甚至卖了3008的大力光的一部分，懂了吧？好啊，各位看到没有？那当然，另外一部分好的股票继续留下来。那么昨天跟你提醒说，你要卖台积电，你要卖这个联发科，因为台积电、联发科接下来呢，就可能是这里面的重点了。那这么跟各位讲，如果这个22.5度啊反弹上去，这里有支撑嘛？反弹上去，那这里又是压力。那如果这个地方反弹上去之后再往下压，你非走不可。我先必须要这么讲，而且这如果再往下压的话，目标区可能就在这里哦。这里是多少？好像已经越来越靠近护盘基金的位置了。为什么要这么跟各位说？来，各位看一下。所以我说，你的老师到底有没有在看电视啊？啊，不是看我的，看全世界的好不好？重点不是这个反弹啊，大跌之前一定要能避险。所以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件事：如果昨天没有告诉你这个今天要跌的老师，90%老师都不及格了啦，99%都不及格了啦。看多看空的，昨天全部都看多哎，只有我叫你卖哎，只有我一个人哎。重点不是反弹，是大人物离开之后啊。反弹当然会反弹，那反弹之后呢？那议长走了，对不对？雷根号可能还会留下来一阵子，不然说不定雷根号也开走了。你猜对面有一个，有一只被称为黑熊的，是不是啊？那中国大陆，他会在那边没事没事就在那边叫，叫了半天，你觉得股票会往哪边走？我就直接告诉你。啊，议长不可能在那边住一个月吧？但是中国大陆可能会骂一个月。雷根号不可能在这边待3个月，中国大陆可能骂一年了、啊。所以我就跟你讲，昨天为什么我就这个地方喊撤？甚至有人台湾50位叫你喊撤，不要学那个人哈。老师躲在后面后，为什么跟你讲撤？甚至股票早就告诉你，你看强势的股票早就有人偷跑了，今天是不是还在跌？是不是还在跌？对不对？强势的股票已经有人偷跑了，都已经变第二只脚了嘛。
今天是不是还在跌？所以我说奇怪了，为什么我看盘结果是这个样子？我知道说，哎呦，您昨天要卖股票，我知道之前已经走不掉，已经开始调节股票了。那为什么你看盘的结果是从头到尾呢？从这里看吧，怎么破底了？为什么破底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啊，怎么破底了？啊，这个叫电源供应 IC 啊，昨天还有人看好复顶啊，你看一下立志变什么样子啊？立志从1015块跌到296，今天又什么最低点去了是不是？啊，几号？6719，看到没有啊？又跌到最低点去了，啊？为什么你看盘的结果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我看盘能够避开这么多的风险啊？4961点，现在可能还要再继续往前加了。为什么我可以看得到这种东西涨上去？我问你啊，为什么你总是看到这个地方跌下来？我真的很怀疑你的老师到底在看些什么情形耶。等一下我第二阶段再来讲好了。注意哦，股票市场不是只会买而已啊，还要会卖。即使国安基金，我们必须要这么说，他已经告诉你14000点是低点了，他在1000点回来的时候，很多股票破下去你也受不了。所以股票市场里面，你真的要去找一个能够帮你看出这个风险的分析师。今天又再次告诉你一次，我不知道我还要再跟你说什么了。你有没有发觉啊？有人错的真的是离谱到极点，这叫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采购经理人是谁？就是我跟你讲的老板嘛，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么大股东嘛，就是我跟你讲公司内部人士嘛。公司内部人士结果呢，他其实他的订单一直在下滑，但是有没有发觉一件事？他告诉你，我业绩在创新高，业绩在创新高，业绩在创新高，我的业绩都在创新高。请问业绩在创新高，为什么有这一张？那这是同一个人讲的话嘛？因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采购经理人这个团体去访问各公司的采购经理人，经理人也就是老板嘛。所以呢，他一边跟你啊，跟媒体讲说，哦，这些老板们，我不是只讲这家，我是讲很多家了，好不好？跟你讲说啊，放心啦，我们业绩都创新高了。结果呢，有没有订单？所以我说，有订单的时候才是会上涨，没有订单的时候会下跌。请问一下，是这个比较准确，还是你们老师跟你讲的？那么每个月营收创新高，那是不是每个月业绩创新高，是不是？auto n 啊，来不及找了，反正等一下再翻给各位看啊，各位看到没有？结果最后你会发现，从头到尾都是在赔钱的。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其实今天看到这个行情，我的心情也好不到哪边去。为什么？因为我真的外面太多人，今天在太老这一次的时候，我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你感受是如何，还有没有那个勇气，还有没有那个勇气再打一次电话跟我们来做联系啊？我说千万你要记得一件事，我是唯一看出来过去的订单啊，现在的业绩是过去的订单啊，知道现在的业绩持续创新高，结果呢？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你会看到业绩持续开始往下降，对不对？因为它订单一直在往下降的嘛。啊，你看到的业绩创新高是这边的订单嘛？现在的业绩是过去的订单啊。我不知道说，在这个地方你是不是还有勇气拨个电话，把你的股票拿给我来看？那么有很多股票到目前为止真的是你必须要换，你不再不换的话，至少是半年以上你非常非常痛苦的日子啊，甚至啊接下来的一个危机你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啊。我现在直接告诉你一件事啊，听清楚啊，接下来的危机你根本很难承受。你怎么知道中国大陆想要做什么？我不方便说了，至少到这里来都是很正常的状况了。所以抓住这两天的反弹，把你的股票，我今天没有跟你推荐什么股票，我要你减码减档数，什么30档15档的，还有第一段讲这么久，就是希望你各位能够看得到说到底谁敢下标题来帮你好吗？除非你的股票利空不跌了啦，对不对？先讲这边啦，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边。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跟上黄靖哲给你的节奏，让你的压力减轻再减轻，好不好？涨停涨停再涨停，我们诚心的准备帮助你，等你电话。
时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24小时帮您解盘。股票套牢了怎么办？股票不会涨怎么办？空手不敢买怎么办？强势股打败大盘，不怕通膨，帮您汰弱换强，让您获利避险两相得益。02-2781-0909，2781-0909，只在对的时间，给您对的优惠。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运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2781-0909。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今天除了裴洛西来到台湾哦，那么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件大事情，而且对国安基金来讲也当然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两天当中呢，国安基金那么要积极的帮助我们散户朋友积极的进来护盘，但是护盘的过程当中，天助自助，你千万千万要审视一下自己的股票，你看不懂的，你真的要来找我，因为有的时候他已经在告诉你我要灵活操作了。我今天真的讲句最实在一点的话，今天就算没有所谓的裴洛西事件，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说的话，他应该也要拉回，不然的话为什么他会拉回啊？啊，问你啊，又不关利基店的事，昨天利基店老板也没有出来讲话啊，出来讲话的是刘德英董事长啊，有没有关联电的事啊？也没有啊，那为什么他要大跌？有没有关金星的事？没有啊，那金星还说是什么哦，宁德时代概念股呢？有没有？没有啊，结果呢？现在上海跌得比我们还惨，所以真的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告诉你一件事，他也很惨，他也很惨，他不算惨一半，可以吗？你看他也很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认为不太可能会立刻发生什么事，但是影响了大家的一些政策一定会有，就像现在农产品，各位看到没有？今天对农产品开刀。哦，但是各位看到，在这个之前，你已经知道他要来了吗？有没有人猜说他不来的？不可能吧？你老师说他不会来，你老师到底有没有在看电视？你老师到底算不算分析师？分析师不是死读书就好啊？我发觉很多分析师只是死读书啊，只是什么？只是跟着记者喊大声啊！亲爱的投资们，记者最容易看不懂啊，因为记者才20几岁，你要想清楚，灵活操作，买黑卖红。本来就要买黑卖红，难道你不知道这叫强反弹吗？难道我没告诉你这叫强反弹吗？这叫强反弹吗？请问一下，你在这边买是不是在这边要卖？请问一下，你在这边买是不是在这边要卖？你在这边买，在这边不卖的话，不得了，万劫不复。在这边买，在这边不卖，万劫不复。在这边买，在这边不卖，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已经跌了很多。但是跌很多并不代表它不会跌啊！你老师跟你说跌太深，跌太深。抢了就要走，没赚也要走。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这波行情应该又有人进去再买，结果呢再套，啊，这个还算是小 case。像这个再买再套的很多，再买再套的非常多。难道你不知道华通现在也在做 PCB 板的吗？华通现在也在做 PCB 板的吗？他小个短袜，你怎么跟他拼呢？啊，各位啊！
华通相当于 PPC 版里面的鸿海，难道各位不知道只要这大厂做下去的时候小厂就不用做了？那个大饭店卖挖米爽，你在隔壁开挖米爽摊好赚吗？当然困难很多了。还有各位来看一下，来注意，这是你在2021年1月份的时候看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如果在这个时候，那么你的老师给你讲多，叫你用力买，第一个你一定是买在这里了哈，谢谢恭喜。啊，不对，应该是这个，我看一下这个2330比较准确，这里哈中刚好，是不是一月多？接下来呢，各位看到没有？来，这是2月份的图哦，它已经开始跌了，你的老师都说没问题哦。到了3月份还已经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样还看不出来，我实在也蛮佩服的哦。到了4月份的时候整理，到了5月份到这里来了。我先不要讲到7月份，到5月份来，5月份在哪里？台积电已经550了，联电已经快55了，世界先进已经120了。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老师还说没问题。景气没问题啊，一定不会跌下去。你一定要跌到什么？跌到连这里都快要破掉了。跌到今天你才说啊，惨了。所以我说过，你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分析师？我说去年的基期差的，去年没赚钱的啊，今年赚钱我留下了，我就直接公开告诉你，好不好？去年没赚钱，今年没赚，今年大赚的，我要留下来，好不好？啊，同样的，各位看到吗？3662先进光，3661先进光，这个，哎，3362，年纪大了，真是，去年没赚钱，今年赚钱的 ，OK， 各位看到没有？3008大力光，来，你去年都是黑字，今年转红字，留下，对不起，去年都是红字的，代表基期很高啊，而且这叫什么？过去的订单呐、啊。你现在为什么看到业绩都还那么好？那因为那是过去的订单。你现在将来你要看到，我跟你讲，等你有一天看到什么南电、景硕通通变成绿色的，我告诉你变成蓝色的，你跑都跑不掉了。你不要跑不掉，你根本就没机会跑，你已经靠很久了，对不对？所以能够跟各位讲的股票真的很有限。例如说像这个6446的耀华药，耀华药怎么看呢？来注意，我当说它是支撑，好不好？杰克菲他做了7.48亿美金啊，那我们耀华药是在，它是二线药物哦，就是第一线用没救了，那第一线用不好，第二线来用。但是我们是它是二线药物，看到 PV 二线药物杰克菲写在这里没错吧？那现在呢是它是一线用药，一线用药就是说我一得这个病，一得血癌我就可以拿来用，而且在医疗指南里面就有，所以它的数字一定会大过7.48亿，所以上看10亿元的一个市场。这只是美国，还有欧洲，还有日本，现在即将通过，中国大陆也通过了，所以我认为它的市值呢，哎，合一只是过了台湾的药证，耀华药是过了美国 FDA 的药证，所以我认为它当然是有值，有它的价值存在嘛。我今天话都不用讲太多啊，来继续。我还是跟各位讲，观光股当然不是每一档都上去，但是各位以这一档作为指标好吗？以这一档作为指标，到目前为止它还维持住一个稳定。那么现在没结婚的人现在也在想办法结婚呢，对吧？去年没结婚的，像今年有一个叫什么 Mary 网页啊，今天有一个新闻说什么数字科技底下的一个 Mary 网，那么今年要订结婚的人一直订到明年，订的非常的多啊，那这个当然是 OK 的吧，对不对？那假如明天呢？几乎啊，当然的，有一些 IPC 啊，也就是工业电脑那个投信巨所，投信能不能撑到明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基本面是最重要，有基本面是最重要啊。当然的，这支股票是比较高一点，但是你各位看一下，是不是从黑字突然间变成红字啊？那有很多股票从红字变黑字啊，红字变黑字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告诉你说，这是我第一次让你看到绿色哦，下次还会看到绿色，因为采购经理人都一路上下来了。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股票市场里面最难的、尤其是做投顾老师最难的是什么事情？来问大家，做投顾老师最难的事情是说真话，说真话会员不见得好收啊，说真话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不一定爱听，说真话连接受访问的时候啊，那个记者都跟你讲打 pass 不要这样讲，
说不定会得罪厂商啊，得罪广告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啦，反正我是投顾老师，大不了就剩这个节目，可不可以？大不了就剩这个节目跟你聊。后半年行情变化还是很大，强弱股天地之别啊！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你信任的家族啊！如果前面4700点下跌都看不懂，我告诉你一件事：后面哪怕是只有1000点，你都受不了，因为前面4700点说不定还没到你最后的本钱，到最后面的1000点，你连最外面那台三轮车都输掉了。股票市场是这样子的，我常常讲说这里啊反弹上来，好像是已经赌输了。已经赌输了，结果赌场借你钱，结果你因为你手气不好，或者你赌的方法不对，当然就是输嘛。这个赌神的电影没看过吗？张开双手一起创造财富，先做第一件事情，把你手上的股票，特别是只有48小时的黄金期间哦，啊，不是72小时哦，48小时之内可能一涨就走了，请你想尽办法，那么赶快跟我们来做一个联系。那么今天有多少通电话，我都会一一的帮你看清楚，请你想尽办法跟我们来做联系。那么请你一定要尊重自己，而且好的股票我已经在节目上跟各位说了，请你想尽办法跟上我们的节奏，节奏最重要。涨停涨停再涨停，你减损减损再减损，请你赶快拨通。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24小时帮您解盘。黄进哲老师声明书，近来网络诈骗猖獗，利用黄进哲肖像发送赖讯息，提供不实的股票分析意见或推介建议，诈骗投资人，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若有疑问，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02-2781-0909确认，以免权益受损。股票套牢了怎么办？股票不会涨怎么办？空手不敢买怎么办？强势。